我开门，你这是建了个农家乐吗？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。我给你这么多水泥，你全部用来种菜了，就建了这个房子，就是用来种菜了。咋样，好不好看？你出去看看。你这是几层几的？就一堵墙啊？你上面还用木头搭的，多好看！你好像没搞清楚我们玩的是 PVP 服吧？你合着不直接告诉老外我们家在这里？这边又没有任务，老外肯定找不到。你把这个高老庄直接写着换个名字吧，换成那个向我开炮吧。我跟你打赌，我们两个下线，这个家绝对会被别人拆。好家伙，你果然是土木工程系的，我这些天给你的材料，你全部就建了个这玩意儿。这不是不吃我吃喝了？我，睡哪里去？哦，你睡袋就在这里。哎，怎么没死嘞？死了呀。咦？但是你显示还骑在我车上啊。我诈尸了。诈尸了。会不会是变？还在吗？啊，在，骑在我车上。你出来，你人嘞？我在这儿啊。你在哪？我在你面前啊。哎，哦，你别打我，你在我面前吗？正对面。在你面前啊。那旁边这是谁啊？影分身术，完了！你看看，乱杀人。你家里还有材料吗？混凝土之类的？还有一点点。赶紧去挖矿啊！再做一点，你这个绝对会被拆，我跟你打赌，绝对会被拆。你不相信我？我再去挖点矿吧，再去挖点矿。这个最少要用3×3，上面还要全部用混凝土封住，人家拆你家分分钟的事情啊！你这个就是好看，合着你是来游戏里面养老的哦？挖矿去，挖矿去啊 ！Later， 你这地方还选的蛮好，几棵依山傍水啊，没有水。你这水不是水啊？我菜呢？你先帮我开门。完了，怎么了？我保险柜还少了三个呢。哎，我跟你说你不相信吧。我们俩这才出去多久啊？啊，两个时辰还不到吧，也就一天，游戏时间也就一天、啊。我要去杀人了。你要去杀人？我挺心疼我这些材料的。去找他们家。你怎么找？你在地面上有看到别人建在地面上的家吗？我跟你说，全部藏在地底下了。去商店吧，去商店跟踪吧。我们去商店玩尾随。哎，你把这个门设置一下密码好不好？我每次都关不了门，开不了门。这个简单一点。好玩吗？好嘞，是好。走去商店找人去吧。那保险柜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就一些材料。现在去商店看，肯定有人卖。哎呦，现在就去。